是女人，那你这个话说的不对。你看你好好表达，一会儿家长开始批评你了。不是，你在我眼真的，你在我眼心中眼中都是很优秀的一个男生，就是很崇拜的那种。你崇拜归崇拜，今天咱不能说崇拜这个话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一会儿家人们开始批评你了，你信不信？昨天晚上到今天，前天晚上到昨天，很多家人们都一直在说我了的。对啊，你看你现在关键时候你又掉链子，什么男神都搞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！家人们，你看这多没长心呢，家人们。来，让家人们教教你该怎么说。来，家人们教教他该怎么说，是不是？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的我只会放在心里面。咱们的叔叔阿姨、爸爸妈妈们，教教他怎么说，看看你女儿怎么说，该怎么说，此时此刻该说点啥。大好日子，对不对？大好鲜花，该怎么说？来，家人们教教他。不知道咋说，帅哥节目。有些话我心里面想了，但是我你要说出来。我没有说出来，我感觉我的脸就基本就是很尴尬的感觉。能用一种别的语言来就是表达出来吗，帅哥姐吗？有些话你怎么个表达法？哎，今天家人们今天不走了，今天家人们咱就不走了，就得听你好好说道说道，是不是？家人们今天家人们都不走了，就得看你怎么说。你说的不好听啊，明天家人们又一会儿下播过后，家人们不会放过你的啊。你没给家人们长脸，你看我今天多给家人们长脸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知道说啥呀。家人们都在公屏上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家人们都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你，你说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晚上在直播间怎么说的？来说一说。来昨天说说昨天晚上直播间说了啥？说了什么啊？我昨天晚上说了你不要我走了，啊，这样子啊？你看他不承认，家人们，我就不喜欢这种死不认账。不是不认账，哎，说过的话，过了一天就是。哦，对，我记起来了，我昨天晚上说了一句，我不管老板我们两个什么关系，我都会跟着老板。然后呢？这样子的话。还有呢？就这。还有后面有几个字，就一辈子，就是四个字。嗯，一辈子啊，家人们，听到啊，不管咋样，这是当着我面说的一辈子啊，家人们，如果他反悔了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可要把这个你们宝贝女儿教育好啊，如果他反悔了，你们可要教育他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们不要把我昨天晚上说的话露出来吗？很尴尬哎。我现在真的很那个。家人们说了，只要腿给你打断。不要那么严重，不要那么那个嘛。家人们会不会能帮我监督吗？说好的什么一辈子啊，能不能监督？家人们能监督的咱们打个一，能帮我监督的来，家人们能监督的来直播间打个一。家人们，你们是我的娘家干爹干妈还是干爹干妈更应该监督了，来老板的干爹干妈能监督的
啊，咱就直播间打个一。哪有把自己的女儿的腿给打断的呀？能，咱们能监督的，咱直播间家人们，能帮我监督的，来直播间扣个一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既然这样了，我也不客气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今天我的福利你们也领到了，那我得给家人们提要求了，那把我监督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如果你以后就是，我不说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那老板，你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不管不问我们的哦。那不可能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吧，帅哥姐们，你们要监督啊。那不可能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们要监督，哪天老板他不管不问的。那不可能啊，家人们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。如果下一次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呢，我一脚就把她踹飞啊，家人们，她敢出现一脚就把她踢出去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她敢出现吗？家人们都不担心这个问题，我也不担心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家人们也会监督好我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也愿意接受家人们的监督。那老板，你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呗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我今天都给家人们炸这么多福利了，你还让我唱首歌，你可长点心吧？你知道我弹这些多不容易？我知道你辛苦了，弹这些不容易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你就应该唱首歌来。我想听你唱歌吗？今天歌啥时候都能唱，对对，家人们，我都给家人们做这么多了。我从头安排到尾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让你唱首歌来表白。我觉得我们顺其自然一点好不好，老板？就是表白不表白这些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我不会唱表白歌，我真的有点那个，有点害羞，真的，我不知道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。姐姐来了，姐姐来说吧，你终于来了，别害羞嘛，都是过来人，对不对？我有点害羞。爱要大胆的说出来，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。我没有对一个人说过爱这些方面。慢慢的适应，一点点来，我们家人们也会给你们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都是第一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家人们，咱们给阿子一些时间好不好？嗯，顺其自然，对。对，慢慢来。没有经过，总得有第一次嘛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而且毕竟怎么样，我老板，我们两个还是老板，就是员工，就有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有点紧张，知道吗？爱不分身高，不分年龄，不分任何条件。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那个。喜欢你没有道理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这个道理吧？喜欢你是不是没有道理？对不对？老板员说的对。喜欢你不管年龄多大，你50的喜欢20的也很正常，只要他们真心相爱就行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能走到一起，那是注定好的，那是缘分，对不对？前世500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那么就是包括我在直播间能够跟大家认识，也是我此生最大的一个幸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都一样，不要害怕。嗯啊，行不行？行，大胆一点。
好，家人们多给阿紫点鼓励，好不好？多给他点鼓励，好不好？嗯，来哥，你说两句。我一直在说，我一说我就得给家人们安排，我就想用行动给家人们去安排。你这行动今天你这真是让我亏惨了，你这亏，我今天都是大件吧，家人们，你们今天是不是都是大件？老板娘是不是拿出诚意来了？嗯、对。大件小件都得给家人们安排上，都要安排。后面来的家人们有没有？后面来的家人们，要不我再让老板娘给家人们炸一波，狠狠的炸一波，就咱们铁粉留下，咱们不是铁粉，咱们就不用在直播间待着。我给家人们炸铁粉的扣一，什么叫做炸福利？以后家人们就明白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要不要再后面来的家人们要不要炸一波？留下的是不是都是真爱？留下的都是、嗯、接下来真爱。我给你们炸更狠的。如果我不炸得很，我就地上爬的。都这么说了啊，我都地上爬的，冲灯说话、啊、冲灯说话。如果我不给你们炸更狠的，我都地上爬的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行不行？行的公平打行。行，来，行的公平打行。嗯，来，你这样啊，这样来拿一个那个我们家的那个什么，家家都得用得到的，谁家都叫洗碗吧，22件套，看了吗？清洁球啊，带把的那种刷碗的呀，洗碗的，各种的，对不对？22件套，今天一个快递费5.9元，给我上车！哇，赶紧去抢3块钱吧，5.9元行不行？拿出来看一下里面。来，家人们啊，这里面是22件套，22件套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，这种刷碗的，上车了没？上了吗？来，老板娘大气，还有这种片儿的，看到没有啊？还有那种那个棍儿的，5.9元，上车了，帅哥姐们，你们在那个点进去，你们去看，点进去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如果我要不亏，我都地上爬的，不亏都地上爬的，5.9元，22件套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！来来，赶紧去抢，只有100单，拼手速，接下来的库存都很少。嗯，所以我给你们性情到底，行不行？嗯，反正这么晚了，留下来的都是真爱。对，来，5.9元上车了吗？5.9元上车了吗？上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直接过掉。拍了没有，帅哥姐们？还没有拍的，直接赶紧去拍。5.9元，你别炸小的，炸大的。来，炸大的，先把那个先炸这个还是炸那个？炸这个，对不对？来，子墨，嗯，给大家照一下。来，你照我。这个家人们。这个要不要上狠活了啊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带遥控器的，这个饮水机、茶吧机要不要？而且带智能语音的，小爱同学，就是把水打开，要不要？要，要不要？要。国美电器，啊，国美电器999一台，999一台，要不要？要，要不要？家人们，要的来，家人们把锅门上扣小一，只给你们10台，行不行？嗯啊，只给你们10台，行不行？10台啊，10台啊！来，这个是那个茶冲茶的，这是烧水的，智能带遥控的，看了吗？电源取水、制冷、加热啊，保温煮茶、取冷水都可以。想要的扣一，来炸一波，行不行？10个名额，助理给我放10台，行不行？哇，咱就亏到底，行不行？10台，来直接，如果不亏，我都地上爬的，我是孙子都行啊！嗯、来直接199上车。3、2、1，只有10台，帅哥姐们，来听好，质保1年，1年之内只换不修。来，一年茶吧机智能语音的、嗯、啊，茶吧机智能语音的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，太给力了。给不给力？给力。如果这台茶吧机我不亏。我都是孙子，我都地上爬的。哇啊，999一台，我给你们199，啊，对不对？太给力了！来，帅哥姐们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，只有10台啊！给不给力？给力！给力！来，没有了是吧？是没有了吗？是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是吧？来，没有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过掉，没有了就过掉，来，没有就过掉。没有了吗，帅哥姐们？还要吗？没抢到。还没抢到。好像所有都没抢到。再上点吧。有多少还想要的？来，帅哥，没抢到的扣一。你们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是不是得7800？对。就完了啊，家人们。对。咱们去别的地方，是不是7800？嗯。
来，要不要？要的来扣个一，要的扣个一，扣个一。什么牌子？国美电器。国美电器，国美电器大牌子。再上十个名额，行不行？行。来，再给放十单，来上。三，再放十单。上链接。来。过年了，台帅哥节目。过年了，换点新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来，再给放十台。上了十台了，帅哥姐们赶紧去抢啊！再放十台行不行？行。来拼手速。对。啊，是国美的啊，国美的，来给你们看看。拼手速。看了没？我们这还有说明书，国美啊，国美电器，嗯、啊，国美电器只有十台，只有十台，来还有三单。还有三台。还有三台，帅哥姐们拼手速，赶紧去抢啊！还有三台，来。我看还有一台，嗯，还有一台，来，过掉，啊，过掉十个数，过掉十，九，八，七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来把那个破壁机给我拿来，这个，来。礼盒三只松鼠有知道的吗？知道。三只。这一箱子里全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？来，啊，纸皮核桃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啊，新疆的灰枣两包，还有什么？夏威夷果，三只松鼠都贵，对不对？嗯。来，香蒜香豌豆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多味花生，还有蟹黄瓜子仁。哇，还有这个栗子仁，还有一个这个乳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这一箱要卖到99一箱，嗯，99一箱，过年要不要送礼？要，松鼠三只松鼠的行不行？行，我们99一箱，今天所有拍下的来给你们炸一波，拼好手速，来，只有30个名额。只有三十个名额，来99，直接给两箱。哇，99两箱，帅哥姐们。因为大品牌，人家是控价严，我不敢破价。嗯，我只能再给你们加一箱，这一箱我掏。再加一箱。啊，加一箱我给你们掏，99给你们两箱。99两箱。有面子，自己吃也很好吃。嗯，三只松鼠大品牌，对不对？准备年货了，家人们。准备年货。准备年货了。准备年货啊！准备年货了。拍了的打个拍了，帅哥姐们，整整两箱啊，99。这个小朋友都非常给力。99到手两箱，拼手速。一箱里面有八。八件，帅哥姐们。啊，对，一箱里面有八件啊。嗯。一箱里面有八件。对。99到手两箱。对，99到手两箱，帅哥姐们。来，拍到的拍了啊，说拍了。家人们还想要去油污。去油污的。等一下啊，家人们。家人们等一下，来，三只松鼠给家人们安排上车。送盒送礼盒，帅哥姐们，这个是送礼盒，还有自己吃都是非常好的啊。来，拍一发二。拍一发二。还没有抢的，赶紧去抢啊，只有30单的啊。来，家人们拼手速啊！拍不了了吗？来，30个名额拍完了，啊，30个名额拍完了，你们拼手速。今年这个你到哪里，99能买来两箱三只松鼠。两箱。嗯、对，两箱、啊。里面是多少样啊？对不对？对。没抢到的直播间扣个一。没抢到的扣一。没抢到扣个小一。没抢到的扣个小一。对。啊，让你先表白，来，没抢到的扣一，来，帅哥姐们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来，没抢到扣个一，来，你这样，阿紫，大家都让你表白，你简单的说两句内心的话吧，行不行？这个谁带的节奏？没有带节奏啊，我没带节奏啊！来，家人们，你让阿紫发自内心的说几句，行不行？行。行的打个行字。行字的打个行字。来，这个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？拍不了，为什么拍不了？来，再上一下链接，看看能不能拍得了。来，再上一下链接。
再上来链接，我看看拍得了吗？3、2、1，一号链接刷新取牌。一号链接，家人们。对，一号链接，帅哥睫毛，赶紧去拍。来，这样，你们喜欢的，你们就直接去拍，然后让阿紫说两句，行不行？发自内心的，你这样刚开始，你让他真正的去说甜言蜜语，我觉得阿紫这个性格他说不来。你让他发自内心的想对老板说几句话，行不行？来，阿紫，你表示一下。来，阿紫表示一下。来，老板，来坐在这边。好。来，此时此刻你们俩。此时此刻，来，家人们。来。来，此时此刻。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就这样，就要对着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来，哎呀，哎，来，对着，来，此时此刻啊，在